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尚恩。今天带来是改墙的赵云，我们来看看他改墙什么地方。首先呢，喜欢影片请点个赞，还没订阅考虑订阅，打开铃铛。改墙地方呢，基本上围绕着我们的攻击还有吸血。首先呢，我们的成长蜈蚣原本的每等是成长 12.7， 提升至 14.8。 再呢，我们的一技能原本的伤害是200到325，现在提升至250到400，后期的话呢，多了75的攻击，只不过我们不会主点一技能，所以呢差别并不大，算是一个小幅的优化。再来是我们的二技能，二技能呢原本是最大伤害330加 20% 的吸血，再提升成了375攻击，附带 30% 的吸血，吸血呢可是整整多了 10%， 那我认为这点呢是相当的不错的呀，有帮助我们的拉打。这次改墙呢，我认为赵云的整体强度有提升了20%左右，主要是呢攻击力更高，而且吸血吸战力更好。不过呢，虽然赵云有被改墙，可是呢他可是一个弱势英雄，可以看到呢前期我们就被小金打爆，小金基本上呢就是更优化版的赵云。赵云呢在这个版本有许多的弱点了，大概在星耀左右呢就有点爬不动， S 呢就会有点困难，再上去呢基本上不太能选出来，除非呢你是三排五排，或者呢实力有严重的压制不平衡的问题，不然的话呢赵云是真的出不来的。举个例子呢，这版本大家都有一堆的无敌威仪，赵云的一套爆发呢是无法带走人的，像是甲虫呀、星魁呀、绮罗呀，他们的特点呢都是抓到一套直接带走，而赵云的话则无法。我们把敌方挑飞之后呢，要附带很多普攻才可以把敌方带走，而这过程中呢，敌方只要加个位移加个无敌就可以轻松的拉开。赵云来说呢太容易被封装了，原本呢还有一个机体太弱的问题，而这次改墙呢则是针对机体的部分，让机体变得强一点。像这边的敌方过来反野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叫队友过来支援，除此之外没有了。如果要修敌方的话呢，至少要有控制、有位移等等的才能修，其他的也可以，刚好赵云不行。这个游戏呢有点位移对决，没位移呢本来就是很吃亏了，何况赵云的技能组呢只能往前冲，是有去无回，而且还没有保命。保命的话呢就要靠我们二技能吸血了，要一直敢砍人、敢打人。接下来出装是我们随机应变了，很明显的呢我们是要克制敌方的塔拉跟小青，聚魂剑跟百盾都是有，没有这两个呢会被小青跟塔拉打爆，是完全打不过他们的。像刚刚呢我看我们一套秒杀敌方，反正是因为他血量太少了哟，如果满血的话是秒不了的，一套打完他又有30%左右，还要接很多普攻。这个呢刷到第二套大招，成功打到敌方小青，在没有恶魔觉醒的情况下呢大概17-18秒，有恶魔觉醒的话呢13秒左右。像这边呢我们不能做什么呀，要活命的话就要砍他，要普攻打出来呢才有吸血才有虚战。可是啊如果在高端级的话，什么东西最多？控制最多，被控来控去呢我们要怎么普攻？基本上是没什么普攻的机会的。如果真的要玩好赵云的话呢，就要最大化的发育，还有呢就是蹲好草。只不过呢关于这点的话也有一些问题，
首先呢，如果要比发育的话，我们发不够后期的车手，还有在后期大魔王，像悟空呀、索文呀，所以呢，比发育是非常不明智的。那如果要比蹲草的话呢，一大堆的开图，最近呢，官方有做事情了，封了很多的开图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反正呢，有开图的话就不适合赵云。对上开图的玩家呢，不能够玩蹲人的角色啊，像赵云就是一个典型的蹲人角。这边获得了四连杀，还有一个头呢被夸克勾过去，被吕布拿走了，差点五杀。赵云还有一点我不喜欢的呢，就是他要太频繁的普攻了呀。对于一个近战英雄，一直普攻来说呢是很困扰的。举个例子啊，像雅莲至少他有八体，而像夜叉的话呢，夜叉有点扯呀，超级硬的，还有一直的缓速，一直的加速，还可以把敌方连着，所以呢才有本钱一直普攻。赵云的话呢就比较难了。举例子呢，我们大招挑他，他只要一拉开一个位移呢，我们就无法做什么，看着他扬长而去。总的来说呢，赵云算是新手练打野不错的选择。我认为呢，到星耀以前都会挺舒服的，可以很好的上分。星耀以后呢 ，S 呢，或者在高端的场次呢，就不要出来了。毕竟呢，对角色来说还是有它的限制所在。这场我们打的呢是在改墙的前一天玩的，改墙之后呢，我认为它会变得更强一点，但是本体机体上的不足还是不够，角色的技能组不够，不适合版本，除非把它属性调到超级强、超夸张那一种。这次呢，最近在抽的新造型，造型是挺帅的呀，只不过认为呢，赵云如果要修起来的话，它技能需要重置了。比如呢，把我们的一技能变成位移怎么样？至少呢，有个位移可以躲招，有开秀的空间，那样子呢还可以拉到。像刚刚我们一套给你放的反恩，完全没办法呀。再来是克里希，看到克里希，我第一反应呢是觉得他的击飞很好躲，但是完全躲不掉，所以叫我们没有位移。复活咒呢再来。这边的眼魔神凯撒已经出来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眼魔神凯撒打人超级痛，以我们的续战力呢是打不够的。以这版本来说呢，谁去开凯撒，尤其是15分钟后的魔神凯撒，就等着打速团战。关于吃凯撒呢，还有一个方法呀，就是呢把对角，比如凯撒在左边，就把毛龙路兵先带上去，等你放去守的时候呢，多打少就赶紧把它吃掉。通常呢，这个分推的工作是交给凯撒路去做的，甚至是中路。当然呢，这一场队友可能不太会配合，那我们就去分推一下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少了一个队友，看来是少了个吕布。OK。附近的视野呢，可能辅助要给一给了夸克，可能站在附近的某个草。先两个蓝，我们需要冷却时间。OK， 敌方都不见了，有点可疑。看到凡人露头，敌方有克里希跟小青，被盾到呢会一套秒杀，而且呢我们的法师跟射手还没到，要等队友到呀。法师跟射手还没到，往后拉。这边不能打呀，敌方还在打凯撒，凯撒在帮我们助攻。这时候呢，往后绕一绕，吕布冲进去下场呢，就是被秒掉。敌方招用的差不多之后呢，把敌方后排都收了，法师射手法师，结果敌方倒四人，最后剩下一只大象。更没有注意到一些关键的点呢，比如队友还没到，如果直接冲进去，下场就跟吕布一样了。就算是战神呢，也是挡不住的。还有一些技巧呢，就是我们绕后排。当然了，如果有位移的话，或者其他英雄，比如 T0 T1 角会更加轻松。赵云的话呢，则稍微麻烦一点了。最后呢，摧毁珠宝，游戏结束。以上是我带来赵云的指南解说。赵云的英雄呢，不是版本的强视角，或许他的春天还没到来，或许他需要技能重置。最后呢，我是桑恩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